我击败神了。本影片由 Fractal Design 赞助播出。这是我现在电脑风扇的声音。这是我以前电脑风扇的声音。干净利落的法丝纹铝石前面板，可拆式防尘网，前方、上方、顶部皆可拆下清洗。高扩充性前方 IO， 选择 Defy 7 Compact 紧凑式即可，浪漫、优质又简约。骨架受不了，对面完蛋了。不在吗？等我一下。没有。啊！大家看到？这是什么声音？他在里面，他在里面，找不到。我去，好找他。完了完了 ，Oryx， 我的天敌！上来一个，我的天敌，救命！因为是 A 的 S， 没事，我救你，我救你。哇！有 S 哦，从此那边。好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哎，你后面来，你后面来，你后面来。有 WiFi 帮我打一下。啊！啊！差点 S。有，我看到你这磁场蛮秀的。哦哦，他发威了。哎。好，没事没事。真正的神只有一个，谢谢。鸡腿便当，请你不要再讲一些无意义的说辞了，谢谢。这样的话，我要上四个字，那四个字正是鸡腿便当。那这句话你要上几个字？四个字，因为我刚才讲了。底下是没有人啊。二龙。哎。为什么你上去了？然后他为什么你上去？他不是打你，是打我。这是他妈什么？哦，打地下室啊！地下室，地下室。哦，对啊，对地下。阿妈如果烧墙是什么样的概念？我可以近点。哎呀，没有，干我他妈的！我现在就要踢给他，白痴，你又被他打死了！你怎么被这种垃圾打死？我怎么知道？然后说，觉得电脑突然变慢了，反应不如别人了，先别急着换配备，弱智，只是你的电脑太热了，想要通风好的机壳，但是风扇声又太大声了，选择 Defy 7 Compact， 浪漫。优质又简约。总之呢，非常谢谢这次 Fractal Design 给我这个机会，能够带来 Defy 7 Compact 的开箱介绍。Compact 意味着紧凑，在我收到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原本电脑的零件会塞不进这卡机壳里面，但是我错了。组好的电脑不仅相当的整齐，就算是塞入了三风扇的显卡，依然还有足够的空间。而且看着这显卡完美的对齐前面冷排的风扇。有种强迫症得到治愈的感觉，而且在理线的同时，因为机壳本身就附有固定式的理线器，再搭配魔鬼山束线带，让原本会自动打结的拼线，瞬间跟 IKEA 杂志上的家具一样，变得干净又整洁。而且 Defy 7的扩充自由性相当的广，支援安装两个 2.5 寸或 3.5 寸的硬碟，最多可以安装四个 SSD。前面板 I/O 的部分则是支援了五个 USB 连接埠，包括一个 USB 3.1 Gen 2 Type C， 具备快速充电的功能。这是我换上 Defy 7 Compact 打游戏的样子。这是我没使用 Defy 7 Compact 打游戏的样子。
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得出差异的吧。而且这次 Fractal Design 也很热心，提供了他们家的电工以及水冷排。电工的部分是，对不起，我英文很烂，所以不会念的。760瓦白金牌全模组电源。那 ION Plus 目前有560瓦、660、760，还有860瓦的选项，提供10年保固，拥有一套完整的电器保护套件，让您放心使用。而且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的模组件非常的柔软，让你在离线的时候不会让你离到发疯。那冷排的部分则是我的英文老师正在哭泣的 S28， 对。它的特点就是可以自行切换智慧模式和 PWM 模式啊，我用智慧模式来打游戏还蛮安静的，而且有5年的保护，赞。最后，如果你对以下产品有任何兴趣的话，我会在影片下方附上相关资讯。拜托，都快2021年了，不要再搞那些 RGB 了，来玩点不一样的吧。大家不要被电影像。你在干嘛啦？玩到最后一局了，很难讲哦。我等一下就让对面23，我跟你讲。为什么 H 带到爆破炸药啊？我操，有点像。有勾有。少在他妈的吃屎。可以，进来，买个 RG。睡。近点了吗 ？What the fuck is that？ OK， 这太荒谬了。OK， 这真的太荒谬了。他，我根本不知道他躲在那边呢。嗨，大宝的。不要唱，很像鬼在哀嚎。这不是歌哦，是打招呼。再一次。不要。哈哈，输了。哦！我击败神了。哎，那我下来了。你干嘛也炸开啦？白痴，我在对枪。审问哦，审问。干的，干的。鬼嘞！哇哈哈！确了。哎，我觉得。干，你们这对面怎么枪？哎，点点点点点点！黄标，黄标，黄标，角落，黄标。他趴着，来哦，直接预开趴着的哦。哇哇哇！后面我们有这个人。来。超屌！耶！什么都看不到了。